顶多风平变幻笼罩我，一字未落，棋局已交错，纠缠的因果，灰尘宿命的漩涡，拖拽着我，已决定从此不再闪躲。是谁的身影呼唤我去斩断桎梏的枷锁？亲手点人一草又何妨，这万千因果且看着我闯，孤注几战场，饮八卦在手冲破迷障，终局后唯有深藏。虽然我们这边很乱，但每次翡翠公盘开盘，世界各地来的客人都非常多。可惜我有要事要去忙，就让虎妹给你们当保镖，陪你们进去吧。不行，兵哥，你这趟危险重重，我必须跟着你。兵哥，你这趟是要去哪儿？我也不瞒兄弟了，我这趟来中心地带确实比较危险，各大势力之间向来维持着基本的平衡，但最近李家疯了一般，到处挑起战火，还出动队伍逼近中心地带，意图要独霸公盘。所以我们彭家就联合其他家族一起向他们施压，希望他们停止扩大事态。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其他几家势力的代表一起跟李家谈判的。李家最近的所作所为我听过，经常上头条。这次李家来谈判的是他们的少主李世豪，那可是出了名的阴险小人，总是像条毒蛇一样躲在角落，等着逮到机会咬人一口。让兵哥独自去跟他谈判，我不放心。既然这样，兵哥还是带上虎妹吧，我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，有我也应付得了，不需要保镖的。那好吧，你们自己小心点。嗯。进去。这个翡翠公盘有明标和暗标两个区，我们刚才逛的就是明标区，那里的原石都是现场竞买，价高者得。这里呢就是暗标区，大家都看到了啊，光线很暗，这是主办方故意给剑玉增加的难度。所有原石啊都可以竞标，相中哪块，在底价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竞买价和原石编号填在竞买单上，投在标箱里就可以参加竞拍了。暗标3小时一开，每块原石由出价最高的人标得。这种投标办法高风险也高回报，吸引很多人来淘宝。方一小友，我先陪白老板看看，回头若有剑域上的疑难问题，你尽管找我。于老和白老板请便。少主，那几个人就是彭斌最新结交之人。哼，彭斌这人看似莽夫，其实心思细腻，他一直在结交各方势力，
这几人能成为他的座上宾，恐怕身份不一般。少主看人就是准，彭斌这几年确实结交不少人物，他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。所以他这次要不死，对我们李家就是个威胁。石豪哥哥好棒，初夏最最喜欢你啦。夏夏，少主，快，我要知道那个女孩的所有信息。是，少主稍等，我查一下。目前只知道那女人叫百初夏。果然是她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突然有种神奇的感觉。准备用嘎巴拉探测原石。听于老说，翡翠的品质由翡翠纯净度，也就是种头决定。种头按品级高低可分为玻璃种、冰种、糯种、豆种等类。品级越高的硬玉，肯定能承纳更多的真元，那就可以通过往原石输入真元来判断其内部的翡翠种量。真元一碰就裂开的应该是豆种，能吸纳点真元的便是糯种，能吸纳较多真元的极可能是冰种。这些品质都达不到做硬玉护身符的要求，还得再找找。这块原石不简单。简直就是个真元黑洞，多少真元进去它都能吸收。怎么样，你发现了？觉得哪块好啊？这个不挺一格的。底价不高吗？就把它都买回去。我这就去田径买单，竞买价比底价高点，应该就能拿下。这位兄弟可是看走眼了，这块原石可是宫盘上著名的滞销品，多少剑域高手看了都是直摇头，放了五年也没人选它。您是？小姐莫怪我多管闲事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在这块废石上浪费钱财。原来是这样，多谢先生提醒了。哎呦，兄弟真是好人呐，看来是个剑狱高手。小姐如果需要人帮忙剑狱，我可以效劳。好了，别热脸贴人家冷屁股，没看出人家冲着初夏来的吗？不必了，我的朋友就会剑狱，他说这原石不错，那一定不会错。看来你们还不信我的话。没关系，我们打个赌吧，如果里头能解出诺种以上种头，算我输，如何？行。你理他做什么？看看四周，这人来者不善，看看他想干什么。这些人想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别误会，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，我呢，只是心血来潮，想跟你们打个赌而已。说吧，赌注是什么？好，那疯子敢对我们动手，说明其他势力的谈判代表都让他给收拾了，那家伙摆明是要撕破脸强占翡翠宫盘。我们也去翡翠宫盘，召集最近的兄弟一起去抢回翡翠宫盘。方毅兄弟，你那边可别有事啊。
个，你对这大家伙真有把握。嗯。方毅小友啊，刚才我要在场，绝不会建议你标下这块原石，它能出翡翠的几率可以说非常小。竟敢跟我们少主打赌，小子，等着输光底裤吧！我来解释吧。看来我马上就能赢你了。我同意拿自己当赌注，就说明我相信方毅的眼光。现在短输赢还早了点。嗯，嗯，对对，一哥才下第一刀呢，赌一个什么劲儿？那我们走着瞧。都到这份上了，何必嘴硬呢？去，把我赢的赌注请过来。嗯。啊！你们干什么？还没分出胜负呢！别过乱来啊，要不然炮爷的拳头可不会客气啊！不会客气的。我还没切完，让他们退下。行吧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让你再垂死挣扎一下，又何妨？漂亮，这起码冰种了吧？我不知道这算什么种头，但我知道我们要发财了。对对对。这是顶级玻璃种啊！我还从没见过种头这么好的玻璃种，居然藏在这么不起眼的大石头里。哎呦，奇迹，奇迹啊！要说奇迹，那方毅可是奇迹专业户。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了。切，马屁精。哼，没想到我也有看走眼的一天。输了就兑现你的诺言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，只要你提出的我都愿意为你去做。不好了，李家打来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世豪，来自李家，从现在开始翡翠宫盘将由我接管。李世豪，
你是李家少主。原来是李公子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你们不必知道，除了他们几人，其他人可以离开，等我们李家把公盘打理好，欢迎再来做生意。于老，于老，你们快走吧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小友，你们保重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个问题，凤仪，快快开枪！你输了，还欠我一个要求。说吧，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也不想跟你结仇，放我们走。愿赌服输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我们走。哦，哼，对了，我只答应放你们离开翡翠宫盘，但出了宫盘就不在我的承诺范围了。你们想跑得快点走。那小子刚才那一手是什么能力？少主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当然，否则我岂不是在夏夏面前变成言而无信的人了吗？反正宫盘已经落入我们手里，他们就算能出去，少主这招顺水推舟，欲擒故纵，高高啊！不过我刚得到消息，彭兵没进我们的包围圈就跑掉了，还带人朝宫盘这边杀来。是吗？那就在这边解决他。传我命下去，除了方毅和夏夏，其他人都干。如何鉴定翡翠品质？翡翠的品质由翡翠纯净度，也就是种头决定。种头按品级高低可分为玻璃种、冰种、糯种、豆种等类。玻璃种其质地细腻纯净无瑕疵，颜色为纯正，在光的照射下呈半透明或透明状，是翡翠中的上品或极品。找到